子本想尽我的全力，让你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些，终究还是做不到。陛下，怎么了？这汤有点烫。陛下，让开！淑王妃，建明，如何？陛下，青海宫所中之毒，是来自祝辇的卫生花毒，此毒历来无解，只是。青海宫累年来伤病叠加，因此他的耐受力比常人更强一些，再加之服用了缓解毒性的丸药，时宜比常人撑的时间也更久一些。建明，建明，臣曾试过各种毒，就这种没试过。诚如李御医所言，此毒无解。不会的，建明，就算倾尽举国之力，朕绝不会，朕定不会让你落得如此下场。李御医，我还有多少时日？这要看毒性渗入经脉的速度，常人的话三日之内必将毒发身亡，但青海宫，您是习武之人，若以功力压制毒素，或许能撑一个月。多谢。带着对我的失望与怨恨，追杀卓英几千里，拖着一身伤病独自游荡在赤山城那么久，又不眠不休暴毙奔波数百里赶回都中。这次本想尽我的全力让你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些，终究还是做不到的。